冷血一号话，反正都唔系我仔女。连 CNN 都报嘅佛山小月月被剪失救案，事发当日第一个冷血路人赵晓毛被西安警方行政拘留十日，佢仲接受访问添。我看到的时候，那个车的那停了一下，就是小孩已经被前轮子已经压过去了，压过去他的车两个轮子车厢那个下边躺着了，躺停了一下，大概也最多就是能停个呀，有个三四秒，哎，没有三，有两三秒，有两三秒，然后他又开走了。咁点解唔救月月啦？因为我那小孩他当时已经砸的，因为他这个这个下面就是这个下身啊，那血还流的，这肉都烂子翻出来都烂了。我其实是扫了一眼，永远都走跟前，我都已经看了一下，我都停都没停，我一秒都没停，我这走跟前还反而加快了步伐，因为确实太害怕了。那点解唔拉住撞月月嘅司机啊？你才是一个外籍人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是把人家得罪了的话，后果也不敢设想。我一想，算了，反正也不是我的小孩。你仲冒充第一个撞人嘅司机，打电话俾月月嘅爸爸，意图博出名添。你连路人都唔系啊，系路兽啫。